好，大家继续翻到嚟绝对玩电，今次翻到嚟就系打呢个冠军之路嘅。好，咁嘅冠军之路咧都行过一段啦。我用呢个冠军之路升咧，的确就快咗劲多嘅，系啦。咁呢两个嘅训练家我都打咗噶啦，呢一层有两个嘅。咁其余嗰啲我就冇打过啦，就唔知条路有冇改到，或者系有啲咩变动就唔知啦。希望唔需要用道具啦，唔需要用招式机，唔想用招式机。好，哇，反怪，好。咁都係啦，我仲未暂时未练到最新，即係第六隻未练嘅。咁如无意外应该係格斗系啦。咁格斗系嘅话应该都係火字雞。咁睇下有冇其他格斗系可以有更好嘅人选就再选择啦。好，我打盾教啦呢度。等我教两教啦。好，应该都唔係啲难打嘢啦。回复体力。土台龟。哇唔係喎，呢隻唔得走。识地震呢隻我啱先醒起。岩切 ，OK， 顶得住喷火陀得啦，地震或者冲浪，冲浪，唉，仲要用地震啊咁，搞掂，地震鲶鱼啊，斗阵啦，斗阵啦，系啦，哇，龙武、啊，哇，呢条友就系有个，即系我曾经有个观众就留言就话用龙武嘛，呢只地震鲶鱼学龙武，呢条友就系啦，应该，啊。就是用个单纯个咩单纯特性乜鬼嘢啊，令到嗰个龙武双倍咗。其实呢度可以唔使打啦，喷喷下水。最主要我已经唔需要再打。喷下水我冇啊。啊冇喷下水喎。系唔紧要啦。一路走啦。哇女医背。照打女医背咁惊。打。做咩你唔使见到咁惊，好似食咗你咁。咪就一场精灵对战，淡定啲。哇！你咪觉得你可以赢？哇 ！EV 会降了先，草嗲啦！哇！换翻鲶鱼先，我冇咁蠢。哇！系阴湿得你啊！即刻转翻降了先。好在我有地面系啊，如果冇地面系一定输咯。收档，好太阳衣 ，Hello 噶。哎，但我 Hello 家我未有我支波动，唔紧要啊，试下照打坦达马入啦。力量宝石，哎，呢个岩石系，都 OK 啊，顶得住。水衣，奇异花用瞓觉，再，哎，揿错掣，阳光烈焰，再嚟多下啦。哦，寄生种子，光合状，光合状，佢原呢搞掂。火衣，地震鲶鱼啊，之后地震啦、啊。哇，好噃！月衣，月衣就放寄生种子啊！我早就知道呢条友会放啲咁嘅嘢，呢条友一定会放寄生种子打佢，同埋佢中咗有回血添啊！呢只月衣肯定系唔知咩报复或者系诅咒嗰啲技嚟嘅佢。咁样我哋揾啲必中技啦，必中技有边招啊？谂下先，我有冇必中技啊？好似冇喎，系喎冇呢只咩技啊？飞天唱歌惊吓冇啦。用翻地震雨啊！地震，地震，系攀瀑布咯，冇晒技咯，搞掂。系我输啊！啲气息腰带攞好啦。我四下天王打嘅时候有用噶，勇敢面对啦。好，哇，死路嚟喎呢度，呢度死路嚟喎，点我嚟死路条友？好，唔系要碎牙系嘛？唔想用碎牙。诶、欸，到啦嘛？咦，到啦到啦，要打一条啊！等阵。而家就要开始挑战精灵联盟啦！的确，古关出口咧就喺不远，但你注意到啊，呢个嘅训练师一个都冇啦。嗰条友又系咁，呢条友又真系废。可能嚟到呢度咧，代表你走到呢度真系有本事啊！但系亦都尽头啦。要讲点解就因为我会将你喺度打到 MK 仔。哇，六十咧同我一样、啊，点都赢我唔到啦！我呢只，哇唔系、啊，好似哇两下士刀打死我，大镬啦呢铺。哇！佢个士刀，哇！佢个士刀咁鬼劲，黐线！哇！大我两步，烧怪力角转奇异化，瞓觉瞓觉瞓觉！哇！龙武一弯醒，系冇零弯添啊！系头先嗰度系 ，Hello 家，唔好醒啊！呵，即刻醒咗。真系好嘢，我真系 O 晒嘴又，哇！仲要结冰，你 10% 又结冰两次，有冇可能啊？
哇，仲要翻翻烟密室，唔系讲笑啊嘛？可以飞到过去，抵啊！喺呢度嚟噶，我都得嘅，公关之路冇所谓，都近。诶，咁我飞翻翻去咩先？我飞翻过去买喷发水先，买廿个啦，系玩啲都用啦，一定要。好，一定要打低佢嗰隻嘢，佢嗰隻嘢好烦啊，都几烦下喎。喷发水系咪啊？呢度，等先，佢嗰隻绅士啊。点样先可以打入去呢？一定要用岩石技嗰啲喎，岩石技或者雷技，我一招都冇。呢度水，系啦系啦，之后呢度过去，呢度，佢嗰招士刀，士刀嘅话一定唔出得奇异花，奇异花佢应该有飞行技。咁即係话我要出嘅係黑老家，应该係我諗出黑老家再用呢个珠外围巾，我諗应该 OK 呀。首先落咗用咗个尿落钉先，睇嚟一定要打赢喎，我就係打唔赢就算添，落个钉先啦。嘩，识熱风喎，呢隻出熱风呀，咁样呢只先啦，熱风 ，Hello 家，喷射火焰，抵啊！怪力哥，奇异花，瞓，啊好啊，仲要瞓觉啦，又系一弯就醒，有冇搞错啊？呢阵，哇，真系黐线噶呢只嘢。哇，低能呀、啊！其实用呢隻都应该 OK 嘅，试下咯。我唔落钉啊，今次。另外，奇异花唔好用剩饭，仙制之爪唔该。系啦，仙制之爪会好啲。但系阳光烈焰杀唔杀死？佢应该杀唔死嘅，试下咯。试下嗰个用嗰个羽毛。系边啊？呢、這个好试下啦，铺友吓，我已经玩咗六十几个钟。好，虽然呢个六十几个钟都系假嘅，因为加速咗关系。哈姆波神鸟，哇！点解一开头咁鬼劲？超铁暴龙啊！超铁暴龙好似系钢岩啊，好似系钢岩，我记得。放未啊？哇！石印啊，岩石重炮，吔屎啊！岩石重炮，电鬼！哇！我只地震鲶鱼咁样好难打噶，咩电鬼啊？佢嗰只火电鬼定水电鬼啊？水电啊？喷水？瞓觉先啦，瞓觉，好瞓得好啊！喂，喐啊！唔好唔喐啊，大佬，吸死佢喺度。透明，慢慢透明分啦、啊，你啲血你啊嘛，都唔系我啲血我喎、啊，其实透明分，唉呢只俾你透明分啊，傻仔透明分啊，透明分啊嗱，咦点解我呢只打入佢嘅？我啱先醒起呢招普通技话，系咪有啲嘛？系咪有啲呢招技系咪可以用嚟打鬼啊？唔正，唉。唔记得睇佢咩重点，自用光鸟先咯，又系，系咪怪我啊？系啊，怪你我，咁样话一定要出呢招啦，因为佢一定打得死我喺度，翻瀑布，哇！最衰我奇异花有麻痹，奇异花，阳光烈焰啊，龙舞，哇！斩一下，斩一下，斩一下，但我都唔够佢快。我冇一隻钢鸟唔够佢快嘅，催眠，喂咁你都，佢原来解状态，唔怪之得啦。阿屎啊，鲤鱼龙啊，我的天啊，点会系鲤鱼龙啊？哇，仲要开龙舞，
呢度。哇，系佢嗰队好劲喎，成队都。呢招咬嘢冇意思，已经冇用，冇作用呢招咬。睇下先，我冇招雷嘅，其实打一定打唔入佢嗰只嘅鲤鱼龙啦，同埋大力哥呢两只一定要即刻杀咗。不过就点杀就一个问题啦，点样杀系一个好问题啊？可能过鸟要换一换技啊，换走招。换走招钉或者嗰招拍翼嚟换做回血嗰招会好少少咯。啊！即系话佢一定唔系瞓觉啦，呢个嘅，即系一定瞓唔到佢觉嗰只嘅大力鳄。明玉打埋呢个我就可以过啦，打埋呢个就过关啦。十八个气息腰带唔知打埋赢呢个天王咧，正饭力量康照尊爱围巾。如果唔装尊爱围巾，装而家换招影子球俾佢先。系啦，其实我谂住装。我知波动啊，但我唔知我知波动喺边，同埋影之球嘅话一定系装备佢，我冇其他虫要用，除非我之后会捉只鬼虫啦。围攻唔要啦，废技。好，回到一半呢、這个咯，系咯。呢、這个如果系嘅话就唔要呢招技啊，因为空气切割降料系唔会用到咯。如果真系用嘅都系用拍翼，唔会用空气切割啦。特攻咁低佢，系咯。咁然之后我就要需要呢招回血嚟打佢。头先边只杀死我呢只啊？谂下先，头先好似系唔记得我系咪大力鳄啊？唔记得，转头都系迟啲先学啦呢个。Hello 家地要装住我围巾，第一只一定系用鲶鱼打，好再试试啊，好。剑王冇用啊，冲咯，攀瀑布先啊，攀瀑布 ，OK 啊，唔扣得多，跟住超铁暴龙，啊，佢打死个超铁暴龙，超铁暴龙打死我只钢鸟，放尾，喂 good 啊，电鬼，哎点啊电鬼，啊唔系佢，我就系唔记得咗呢度。就系唔记得咗佢呢度有，咦佢命玉啊？佢命玉嘅话，佢命玉唔系喎，佢电鬼啊？电鬼系水咩啊？系咪水电啊？水电即系怕草，可唔可以秒咗佢咧？其实下只大领我试下揾其他方法打。得唔得呢？Hello 家用影子球试下。我继续翻啱有电话来电，咁而家仲好麻痹，其实都几麻烦，因为佢一定用水技打我啦呢度，我系估唔到佢居然麻痹我啫，麻痹我其实。佢用水好似仲好啦，高压佢一下招系高压水泵，咁样嘅话，其实 Hello 家都死硬，老实讲，因为一唔够硬化就玩完啦 ，Hello 家，除非佢嗰啲高压水泵唔中啦，如果唔系嘅话都死硬，哇，同评分咁恶嘅佢，好呢度用地震雨用招水技咯，一系。但佢咪快，佢好似快过我噶系嘛？唉、哎，快过我佢，唔紧要啦。呢度用呢招咯，怪力鳄，几身种子，龙武，
阳光烈焰，射死佢！马骝拉终于见到最后一只啦，哎，仲有两只喎，佢降尾啊，剑舞，哇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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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靓啊，靓啊，李如龙，奇花，寄生种子，冰牙，唔好死啊，奇花，食粥食饭睇呢铺啊，大家都六十咧，你唔好，你唔系顶唔住啊，唔好唔，哇，害怕。你惊啲咩啊？奇花，我真系谂唔明你惊啲咩。好，中啊中啊！早知玩一只装呢个气息腰带啦，而家就有啲麻烦，其实都，因为佢一定用冰牙噶啦呢度。咁样嘅话，我用催眠睇下得唔得咯？冰牙应该死噶啦呢度，佢一下成二喎，系啦死咗。有咩技可用啊？有冇重新药啊？我想重新啊！头突咯，液态美，唉，死得噶啦呢招。呢只都叫顶得住嘅，系咯，空切啦，空切。喂喂，点啊点啊？嗱，食咗四万睇呢波啦，打死佢。哦，玩完。最后一隻啦，唉，好装埋呢个香草俾佢，呢个需唔需要装嘢俾佢咧？可能都要装呢、這个，装呢个俾佢啦。好 ，OK， 万事俱备啊，好 ，MK 仔。吔屎！超铁暴龙用钢鸟打过尾，哇系，哇系，杀咗我今次，唔紧要。哇龙用咩话佢啊？逆轮啊！真系死咗啦，已经，真系已经输咗啦。简单啲嚟讲，寄生种子催眠粉，寄生啦、啊。喂，唔中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佩服佩服。哇，仲要惊啲，佩服佩服。哇，唔会打得赢咯，真系，系真系唔会打得赢。哇，系佢仲要装咗果实喎、啊、呢条友。好，唉，黑木布，哇，地震咯、啊，我用，佢应该都系用地震或者岩石技佢，逆轮咯、啊，喂 ，OK 啊，逆轮，绅士，好啊，绅士，黑布。哇哇，走先走先，转只转只咩好咧？转只钢鸟咧系，哇都几痛下喎，钢尾，哎哟好在啫，电鬼有水泵痛评分，仲有咩技啊？十万福德啊！系咪十万伏特啊？好似唔系好记得添。地震雨啊，剑网啊，哇唔好啊唔好啊！喂食药食药食药，我记得我有药噶，系啊我有药噶，我有药噶。好，屈佢机知道，屈黐线，点解要回心啊？成日都，我真系唔明白。点解成日回心？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？话俾我听啊，扭拉怪力恶呢、這个怪力我点打咧？呢度啊，寄生虫，哎，揿错掣，哎，仲要惊添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！仲边有得打？我想知道。仲有得打魔，干了空切，其实有机嘅。哇，佢又惊唔系啊嘛？点解我打亲人都未惊过，佢打我次次都惊嘅？点解会咁啊？我真系唔明呢个 game。
系特登设计到咁，我越嚟越发现呢个 game 系特登设计到咁，有乜可能啊？又中兵，又惊，又麻痹，又劫兵，系乜都齐晒嘅。我发现有冇发过大家？超烈暴龙啊！出降鸟先，过未？过未？Hello 加得唔得啊 ？Hello 加啦，系 Hello 加，怪灵恶，可唔可以？但系冇咗降鸟，冇咗先制技，边有得打扭拉啊？咁咪咯，系啦，一系唔中，一系惊，永远都系咁。电鬼，唉，地震雨啊，剑网啊。剑网啊！佢又爆击嘅，除非如果唔系都冇咩可能打赢我啦呢度，即系唔会咁快打死咯，系咯？我一路回紧血嘅我，转呢只先，充电充电，液态美充电，哇！点解佢快过我咧？又一路都快紧我，快过我嘅咩佢？Hello 加电雨。Hello 加咯，又系影子球 Hello 加，液态美，唉，好呢度潘伯伯，潘伯伯，超铁暴龙就要靠干料打打先。系啦，干料用干尾，岩石重炮真系重到黐线，佢只有岩石重炮，没有命中。总之今次打啦我，哇，得翻20血，扁死佢。电鬼就可以用鲶鱼打，用剑网。哇，系好在剑网得切啫，剑网唔切都死呢度。回血先，回血先，我真系要口硬无耻咁回血啦呢一度，系啦，如果我唔回，我真系会死。呢度剑网啦，痛评分你咪痛评分咯，都冇乜血噶，大家都，你仲要痛评分？李如龙有个抗雷果同埋有招冰牙打我奇异花，咁样嘅话我奇异花。奇花瞓佢觉咧，系瞓觉先，瞓觉，唔好惊，唔好结冰，唔好唔中，系得得得。之后谂下先，放寄生种子，回血，跟住走，转做边只好咧？谂下先，地震猎鱼一定唔使谂啦，一系降鸟，一系降鸟，一系雪纹，是打一只。雪纹，雪纹都得，雪纹啦，龙武充电，好，呢度就谂下先，会用水技，咁咧雪纹预咗死噶啦，其实就再用黑老加啦，黑老加影子球，杀到啊？系咪杀到啊？呢度？好似杀到，然之后就转用边只咧？佢会用嗰只转做地震鲶鱼啦。佢咪解埋嗰个寄生种子啊？吓？几时解啊？寄生种子佢有解到咩？佢喂电话电话，赢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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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揸住有一只赢到啊！喂个仔啊！我的天啊！喂赢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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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真系冇我嘅精灵，你听住啊！你之所以赢，因为我精灵太弱啫。你要废 J， 唔会放喺梦啊！收档啦你，唔会放喺梦，翻屋企啦，走嚟搞搞震，声高于我噶。
好，终于打完啦呢一个劲敌，黐线噶，结兵嘅结咗，麻痹嘅麻咗，唔中嘅唔中，惊嘅惊过，有冇咁黑啊？真系好，咁你下集翻嚟就继续打呢个联盟啦，呢一个。我都唔会预佢可以第一次可以打赢第一个天王，我唔预佢打赢两只以上，因为实在太难打。咁我一开始就会侦察兵先啦，然之后就即系叫做慢慢防御型咁样入去啦，冇错。咁我哋下集翻嚟继续绝对万 D N， 系咁先，拜拜。